做过心肝像占位，想起两人的甜蜜，伤心欢乐的暗暝，有你的气味，心想的全拢是你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躲袂过，无情来创治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心内想的念的拢是你，过去咱的爱，只有藏在心上边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冻在伤心的空嘴，缘分躲袂过，无情来创治。我的心灵像冬天，心内想的念的拢是你，过去咱的爱，只有藏在心上边。过去咱的爱，只有藏在心上边。谢谢，十年了，你是十年出一张专辑，感谢。不是，对我出道大概才四年而已。十年主要写的功，就是这张专辑讲的概念是，分三个十年，就是我在发行专辑还没成为歌手之前的十年呢，第一个十年比较坎坷，因为我经历过烧烫伤嘛。那还有就是曾经，就是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有初恋啊，跟谈过感情，可是我就是曾经谈过一段八年的感情的初恋被劈腿。对啊，就是以前就是工作起起伏伏啦，所以就是前面那个十年比较坎坷。对，那第二个十年就是在讲现在现阶段，就是该停运啊、实习啊、比赛啊、到实习，现在现阶段啊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还有两个小孩子，非常现阶段的很幸福的美满的现阶段。那第三个十年就是哎，期许我未来可以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，这样一个。对自己一个期望啊，人生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就讲起来哦，跟他来绕口令哈，哎，你必须面对过去，背朝未来，然后往前走。哦，对，我们都以为往前走就是我们面对未来，然后这样往前走。其实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只能背对过去，看过去的路是这样走，然后再不断的，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，这样子，就有点反思啊。是，其实那个，因为过去的路你清楚，你走过什么。对，未来的路你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，啊，所以就避免过去有走错的，好，啊，不要再犯了。嘿，对对对，哈，安尼想可能也较好啊。所以你这个十年其实是让人安尼就深的时刻呢。是啊，啊，但是我讲真，我这张专辑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发出这张专辑的。哦，太夸张了！今天救护车叫，救护车给叫。因为哈，因为我讲一下这小小的故事，这一张专辑呢，停云也有贡献哦。温公西的西都会希望说，我们自己都希望有自己的创作歌曲。他刚刚有讲到说，我前面第一个十年有被一个八年女友劈腿嘛？劈腿。啊，公西的公，哎，你这个 good idea 没败，你就自己聊，你就写自己的这个劈腿故事，就是要在你的伤口撒盐呐，就有感情，就有感觉。你自己唱起来一定就会的啦，很有 feeling 的对吧？啊，结果我就写，啊，提出来的写，哦，四眉三字一直写不出来，啊，听完就看安尼。规由头到面就讲，你到底是咧面臭臭，是咧面臭臭？我讲啊，公司都迄个帮桥迄个故事啊，啊，就是我有跟他讲大概那个故事。他一般女朋友或者是老婆，一般都只知道粗略的大概，对，不会讲听到细节。你不可能跟他讲 detail， 不可能，啊，不是吹戏啊，公对不？对，对啊，你准备吹戏的啊，你不要跟他讲。啊，结果伊就甲我讲啊，我看你这个戆大蛋，你嘛写不出来了，你直接甲我讲规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一五一十都要跟我讲哦，你不能有任何藏私哦。啊，这个时候我有警惕，
但是后面讲一句，我整个卸访了。伊讲，因为我才能写出完全贴合你的故事。我讲丢呢，伊阿你讲嘛，我们丢呢。被你的故事我浓缩成三个小时，我甲讲了，啊，伊无到半点钟下出来。这是我认识的那个郭婷，啊，对，就是他写出来的词啊。那半小时他是专业的音乐人，啊，过了半小时就不是了。阿姆哥的提供，有时候有些事情的后坐力不是这个时候发生的。对，他有一点潜伏期，哎，他可能是宣传期跑完之后你就改戏啊。对，坦白讲，没有你的过去，怎么会有今天的你？对啊，对啊。如果没有过去那个女生的放手，我怎么会遇到婷婷？对，他如果没有高抬贵手，今天怎么会有？对不对？是啊，安尼想就好啊啦。好，阿妈希望你这张专辑哈，会使有很好的成绩，加油！好，谢谢美姐，谢谢志豪哥，谢谢长轩哥，谢谢。